亲自吃灌饼啊？那怎么饼我不亲自吃，我还给别人吃啊？哎，我怎么看你瞅着那么面熟的呢？你刷到过我呀？我记得有刷到过。您叫这个说车的。说车的啊？哦，叫老赵老丈就行。今儿您到来是我的有幸。整一个拿手的这个饼。行，那没问题，那没问题，我这就给您做啊。一首歌的时间。啊，一首歌，对，一首歌。那个，把那个能该加的都加。哦，来高配的，行，高配的，顶配的，最伟大的作品。啊，哎，最伟大的作品，对，特别有实力啊。我跟你说，咱这作品为啥这么大呢？对，我是咱这个主打就是石灰嘛。哦，哎呀，我。这个我视频刷到过啊，必须的。这是两首歌是吧？啊，这是半脚铁盒，跟挖鸡蛋打到冰里面，搅和搅和匀的。哎，这个叫啥呀？对，这不是往里灌鸡蛋的吗？这不是稻香是吧？啊，炒土丝那叫稻香。这是把你的稻香，这叫稻香吗？这是都网友来给你猜说的这些词儿是吧？哎，太有才了。把这个稻香吐司给您做上，给您放上。两根肠。对，必须前味儿、上味儿、双节棍儿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叫甜肠。甜肠。甜肠，我给您卷个反方向卷饼。反方向卷饼出来了。反方向卷饼。恭喜，恭喜！哎，行行。这个是让上攥着咸的饼。哎呀，行。老师，谢老师，23号。哎，不，这不用，不能，我不能像前段时间逃单那事儿，你不用，赶紧忙，没事，行，好，谢谢大哥啊，谢，有一个还来玩呢啊。